係先。係依集，依集啊，夠多未？係。係喂，其實我真係想問你。問啦，問啦。品牌咧？品牌嘅話，其實基本上我用好簡單，你同佢溝通就係、三口立品。點解三口立品呢？品牌一品係有三隻口噶嘛，一口係你自己要識得同你個客户、你身邊人講，二口咧係你身邊啲客户同埋個成個市場都會講你，三口咧就係、專家所講你啦。所以基本品牌概念咧，你要形成到呢三樣嘢咧，咁你就喺個市場第一會影響到引流度，咁第二樣嘢咧就會令到好多人有興趣去選聞翻你，所以咪品牌有三口立品嘅意思咯。叮。